过来啊，阿姨啊，啊顶上调查套这么大条的代志，你若无卡一下电话跟我讲一声，啊唔好加知我有来，啊无我煞连美玲因家调查套我拢唔知。啊无甲你讲，你唔是咁我知影，啊你唔是来啊？我就知影吼，你拢派人伫门口咧甲我等。哦，这若讲暗时就歹听嘞，阿姨啊，我这是叫做关心，啊嘛是你啦，啊不然我用迄种吼，迄上轻松的方法，甲你关心，啊我唔才只好派人偷偷啊甲你关心。你即卖意思是咧怪我，讲你好心无好报安尼？唔是啦，啊我是想讲吼，我若是亲身来，啊你唔只有可能会开除叫我斗三工。唔免啦，你来嘛是同款，我已经叫警察去处理啊，啊希望警察哦会当赶紧抓到这个贼啦。小黄姨啊，迄、那个贼啦吼，脚手是拢足慢的，啊你现场要甲抓到吼，唔会啊，你想要找着人，哎是较无可能啦。啊你若要靠地无爱吼，哎倒不如吼靠阮大啦，佫较紧哦，美玲，伊是啥人啊？啊，哪个法人有关系？什么叫做阮是啥？阮是正正当当做生意的生意人呢。无啊，啊你是啥？你应该是新来的吧？坐咧遮种啊，师傅哥，这位是我妈妈啦。哦，是你妈妈。哈哈哈，嘛是飞燕化工的董事长。哇，我董事长哦。林木董事长，你好。你好。美玲啊，我会记得你的阿母哦。应该是叫做林丽云啦。伊是我的养母啦，啊，就伊是我的亲生妈妈。哦，美玲啊，我足佩服你呢，你的老母哦，拢有两个哦。你是好未？你以后甲来记得讲哦，美玲哦是飞燕化工厂的千金，啊，其他的是要问较济。原来，你就是美玲的妈妈。你好，祖厝见面，我姓陈，陈贤武，啊，大家拢叫我塔克啦。我甲美玲哦，是你家人都熟悉的朋友。妈，我来台北以后哦，拢是塔克都来咧照顾我。啊，是哦。你好，多谢你替我照顾美玲啦。啊，拄好即阵美玲安全，需要有人甲加注意一点嘛。啊，假使有人会当关心伊，大所在个顶上吼。安尼，我买较放心啦。哦，我听有啦，非得吼，恁即马就是欠保镖嘛，这种代志吼，交予阮大，绝对是无问题啦。啊，是讲咱借问者吼，为什么美玲即马安慰，咱需要烦恼啊？是因为这个着贼偷的代志啦，我想应该毋是一般的贼啦，是有特别目的。因为这个美玲厝内底一挂贵重的物件拢无拍无去，唯一无去的是录音带。哦，啊，那安尼讲，这件代志又阁是优秀英母的哦，应该是伊无唔对。啊，我知影哦，住宿价是上哦，安尼代志就好办了，这交阮负责。太客大，真多谢你斗三工啦。啊，不过小英安尼做吼，上主要拢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所以我希望这件代志交予我家己处理就好啊。美玲啊，我知啦，你即马吼就是咧烦恼讲，阮会用恶毒的手段来处理这件代志，对不？你放心啦，阮大有交代过啦，阮拢票白啊啦。那安尼吼，阮是正正当当的生意人安尼。哎，非得吼，即马顶上都是阮大咧听的啦。
啊，迄个杨秀英吼，最近傲步伤多啊啦，无管，免伊。啊，拄则毋是讲白泡泡又咪咪，啊，你嘛讲闲来干呐乌道啊？阿姨啊，啊，这白泡的吼，无啥样讲话，你莫甲伊计较吼。啊，拄则遐话吼，应该改做。若是有人一直要找这间店的麻烦，就是无要让阿姨好好开店做生意。我做人孙仔，如果是这间店的厝头家，我就袂瘾去店店无要过门。所以，我一定会找时间亲身出面，甲了解一下。